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薇。今天我们在房车里面煮大餐，因为来了两个美女哦。好久没有在房车里面做饭吃了。那么弄去，是不是？弄过来。还没开始。买一锅乱煮的呀。嗯。一个我弄过来，第二个也弄，第二个。好。今天中午吃这个皮皮虾，应该熟了吧？还没煮，要煮两分钟。好吧，姐，你把这里香哦。啊。香吃的好多东西。姐，你们还没炒。哦，你们吃不多。早就吃了。嗯，我们还没饭，他没吃，摆个茶几。你们不在屋里吃，跑来喷水。悄悄喷水耶。你那房子那么少气呀？啊？你那个房子烧的是电是吧？都是电。电和气都可以用那个。哦，那个是。这些不没安太阳能。啥子？他的你有没有太阳能？好不好吃啊？没看到，没看到太阳能。他在车顶的上，这块水一个。你们开直播车没出去啊？有意思的哒。回来的要出去，要出去。遇到尴尬的事情了，我们回来发现居然没有毛肚，毛肚去哪里？毛肚不翼而飞了、哎。毛肚飞走了。哎，先烫点荤的吃哦。你看我们这一桌。虾熟了，弄个那个碗碗装嘛。你拿不拿？不拿。这边还有菜，这里面已经在蒸了，这还有三个。今天欢迎美女来到房车里面做客啊！来吧，天天开心。嗯，好久没有这样吃了。该喝酒啊、哦，该喝点酒。你们开车怎么喝酒？不开吗？来，烫。哎，我剥不好那个东西，因为它那个是放在大锅里头的料，那个锅小了。嗯，每个事情你煮得起哈。哎呀，我经常煮到，我也不晓得哎。再往外一份肉，把这个继续蒸掉。丰富了，香那么多汁。你看着是好吃，最经常在外头那个那种小螃蟹，螃蟹没得好大，那个别个多么多肉，那个不是那种蟹噶。闻一下，啊，那个香。这个冷了不好吃。真的。哎，你好久把睫毛也种了吗？啊。天，他抓了个黑爪呀。他就吃瓜子呀、啊！我说你拿两个牙子吗？好吃，吃啊！吃不下去了。然后会计就在那不停地吃。好吃，你好吃，可以。哪里不吃？吃啊！我不吃，我看到你吃。吃嘛！我看到你吃，我都很满足。哇，好香啊！开始，先喝个哈条龙嘛你，好香啊！嗯，好吃。我那么看起来那么乖呀、啊，天哪！我那么看起来可以，没吧？自己说自己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要把火开大点，拿去麻婆泡。买得那么好啊，谢谢，你好厉害哦。这个美女都吃撑在这里了，这个说撑得想睡觉了。注意一下，你看好不好睡嘛？哎呀，可以。睡一会儿觉，哎。在那直播，你那么高。这是我的睡袋。哎呀，好舒服哦，那个睡起翻，好软哦，好轻哦，舒服就对了呀，舒服就对了呀。我们睡那高头。你们睡那哈儿，我个人睡哈。哎呀，我上去睡喽。啊。嗯、要把车出来，把这个。你两个睡得下，把车出来。不过车出来要宽点。你睡起会不会觉得压抑、啊？还好吧，不压抑的，搁床上就不压抑。那我觉得那会儿还挺宽的，那个床。不压抑。那个是单人
那个里边那个要高些啊，这个空间感觉要好香，那、个虫，嗯，里面要压一些哈，哪边肯定要好一些，嗯，我不用睡，因为我还没有很撑，他们两个都吃撑了，舒服啊，有好舒服吗？很舒服啊，我看也看不到，哎，那个太小了。哎，我觉得一个颜色好看哦，那、这个，这个，那个被子颜色好好看哦，这个，这个暖和。哪天周末傍晚妹子带起去耍嘛？嗯，把女子带起，我们去烧烤，到时候要把电饭锅带上，好煮一锅饭。嗯，在其他餐厅打饭都可以嘛？你单独去买饭，哪个餐厅给你买？因为他们每次吃火锅要吃米饭、嗯、今天没有吃到米饭，是不是没有吃爽啊？可以啊，吃饱了已经吃长得不胖，而且今天中午回来才发现还没有毛肚，今天的火锅没有吃爽，留着下次吧。他中午在鹅市场卖，鹅市场种的多些，这个挺好吃，没有纸。我们两辆车都停在这里啊，那边就是清泉寺公园。待会巧克力也要来找我，他说他想去买一条狗，可能我要陪他去买狗。待会逛那个公园的话，就我朋友他们去就好了。你咋不在床上睡呀、啊？嗯，我想在这里拍一会。待会巧克力要来，我要陪他去买狗。好，我要去洗个脑壳。你也不睡了，就这样躺着。睡着了，休中午休息一会就可以了。嗯，那我们在这里等等那个巧克力来了，我们再走。什么时候来呀？他说一会儿就到。哦，好吧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说来就来了。哎，你怎么说到就到啦？啊？半个小时呀！哇，穿这么美啊！你要去买只大的还是小的？小狗啊？小奶狗？你从什么时候爱上小奶狗了？一直都爱小奶狗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但是你一直都没有把它养在车里啊！小奶狗又不掉毛，又温顺，多好呀！咬也咬不透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这相机，来研究一下亲。巧克力来了，大网红了。我有你大。你是没有我年龄大。三火洗了。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好久没有在房车里面煮美食了，今天跟两美女一起分享美食，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香了。那我们下一次带着你们两个宝宝一起去啊，我们下一次去户外露营烧烤，带着孩子家人一起去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哦，不是说下个视频去露营，就下一次。拜拜拜拜。